7:30，大岛健次郎会随船准时靠岸。哎，谢谢。什么都不会说，要杀就杀，让我死得痛快一点。宴会才刚刚开始。报告，夫人，这是从他身上搜到的东西。有什么特别吗？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钱包和一个照相机。夫人，找到了吗？没有找到。再去找。是。珠子是掉在了地上。也没掉进江里。是。你知道那条珠链对我有多重要吗？那是我送给我儿子的礼物，而你却把它弄断了。儿子，你这猪狗不如的女人，也有儿子吗？他是畜生吗？你说什么？我说你猪狗不如，生儿子也是畜生。拿火钱来。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听到没有啊？听到什么？喊叫声啊！好熟悉的声音。哎，好像是那个童虎啊。没有啊，你做梦了吧？有啊，你听啊。啊，你肯定是做梦了。难道是我幻听了吗？
谁呀？我知道是你，快出来吧。杏子小姐，喜欢圣诞老人给你准备的礼物吗？喜欢。哦，我一猜就是你。我最期待的就是圣诞节，可是圣诞节好像还有一段时间。过完生日就是中秋节，下一个就是圣诞节了，你知道吗？我最期待的就是他了。哇，那不是少了很多惊喜？有惊喜啊，更多的是感动。我有一种愿望被实现的感觉。谢谢你，谢谢这三个节日你都记住了，谢谢你让这三个节日都只属于我们两个人。其实我有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音乐盒，你等我一下。这个是我父亲送的。是会长吗？不是，是我的亲生父亲。这个礼物对我很重要，所以我一直留着。你亲生父亲？那他……他死了。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的礼物，也是最后一份礼物。我有打扰你们两个吗？义父，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我来找吴用。刚才在码头抓到了一个人，你跟我过来看看。我故意放风出去，说会在十六铺码头接大岛专员。其实大岛走的根本不是水路，他乘坐的火车现在应该已经进站了吧。我们里面有内鬼。是谁？你觉得呢？听您这么说，会长您是知道内鬼是谁了。我已经有答案了。吴用，你好像有点紧张啊。紧张？我干嘛紧张？人不管有多坚强，眼神会出卖自己的。会长，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你该不会认为我是内鬼吧？怎么会是你呢？这个人知道我们的秘密行动，他是后援会的间谍，就是我要抓的人。
你拆迁啊，吴用，这是你立功的大好机会。 算了，留着他，可能还有用。你不舒服吗？没有啊。早点去休息，杏子会担心的。 是你啊，义父这么晚来找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巡捕房的童队长被抓了。原来是他啊！我就担心我们是不是抓错了人。毕竟童队长他是巡捕房的长官，我们就贸然这样把他囚禁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有麻烦。只要被抓进来的人，就从来没有走出去过。 而且我们抓人从来都是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会知道童队长在我们这儿。童队长好像是被当成卧底抓进来的，我们会怎么处置他？对于卧底，我们是从来不会手软的。能套得出话的人可以多活几天，套不出话的就得死。 反正结果是一样的，都得人间蒸发。听起来蛮恐怖的。背叛我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是我呢？我背叛了你，我也是卧底。你不会的。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相信你，也相信我自己。两位里面请。两位，你对这种地方很熟啊。我和佐佐木来过一次，你别多想，这里很正规的。 给你，这是什么？女兵部，在那边。哎，先生，能不能给我安排一间男女共浴的？我不太喜欢跟陌生人一起洗。对不起，老板。啊，没事。我都说过了，这里很正规的，要一起洗咱们可以回去嘛。那我不洗了。你别这样嘛，这里真的很舒服，你去试试，乖啊。
我记得上次在这里见面的时候，还是四个人呢。童虎被抓了，我们也很遗憾。我们都中了头山满的圈套。约翰，头山满现在怎么看你？他已经对我有所怀疑。 他让我开枪杀童虎，我开枪了，但是枪里并没有子弹。他现在是用各种方法测试我，我只是暂时过关。哼，这个老狐狸，还是那么狡猾。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一个是放弃。哼，那就是没有选择。 好，我们就来个虎口拔牙。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救童虎？我们不能救他。不救？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救人而影响大局的利益，我们只能放弃。放弃？难道你眼睁睁看着他见死不救？他可是和我们出生入死的战友啊！ 头山满让我杀他，你像我对他开枪的时候，那种感觉就真像杀了他一样。你知道那种感受吗？这一枪你必须要开，否则头山满会怀疑你的。我现在正取到了机会，只要童虎还没死，我就绝对不可能见死不救。作为一名后援会的成员，他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面对大局，我们没有选择生死的权利。 好，你们不救，我去救。约翰，现在童虎已经被抓了，日本人一定会特别小心。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偷到密码本。约翰，你要救的不是童虎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吴老板，您穿上这套和服真是惊为天人呐！我实在忍不住要多看您几眼。多亏您替我挑选的上等料子和您精湛的手艺，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好衣服一定要穿在合适的人身上。在中国很难找到像您这样手艺的师傅，能把我们日本和服做到如此到位。吴老板，您这可真是过奖了。 别光顾着在这看，你自己也去试试。有我的？嗯。义父明天晚上会在和平饭店办个宴会，替大岛专员接风。参加这种宴会，必须得穿正式的和服。我为你也准备了一套。我也要去吗？好像这种级别的宴会。 是不会让中国人参加的。你现在是居酒屋的人，不就是我们日本人吗？义父特地提到你，让你和我一起去。
我照相很难看的。我觉得好就是好，而且我从来没有和你有一张合影，难道你不想吗？不是不想，只是我今天穿成这样。你穿这身真的很帅。来，两位看这边。酒干嘛？没事，我好了。别喝那么多嘛，我扶你去休息室。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谢谢。当心点啊。嗯。多少时间？一个小时。一小时之内，你装醉躺下，不管任何人叫你都不答应。明白。开始行动。好。自己当心。啊。给你看五分钟啊。好嘞，等我回来啊。忍着点。
下，你沿着下水道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一个半弧形铁栏门，那就是出口。你要去哪？保险库。今晚所有人都去了和平饭店赴宴，居酒屋的防盗系统形同虚设，今晚就是我最好的下手时机。那我可以帮你什么？你只要帮我一件事，安全地离开这里，否则我真的会杀你一千次。他酒喝多了，应该在休息室。
需要一分钟就成功地攻破了保险箱，恭喜你。但同时也很抱歉，你的卧底游戏也宣告结束了。我原以为我们的保密系统已经足够安全，这么天衣无缝的设计还是被你攻破了。要杀就杀，废话少说，一人做事一人当，被你逮住了不就是一颗子弹吗？哼哼，何必把气氛搞得这么僵呢？我有说过要杀你吗？你的确是个人才，比我想象中的还厉害。后援会竟出了你这号人物，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是说你的身份？很早以前就知道了。从我第一次进居酒屋的时候？再早一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从我在日本透过何幸子的岳阳电话就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我就怀疑你了。自你来了以后，娱乐场接二连三发生各类事件，表面上是让你一一摆平了，但事实上制造这些混乱的正是你本人。间谍的第一课，要取得信任就要有需要，要取得需要就要创造需要。我并未身处其中，所以我看得一清二楚。幸子就是因为太接近了，所以他一夜障目。既然知道我是内鬼，干嘛不现在就干掉我？因为我和幸子一样，我喜欢你。我喜欢的是你的才华，杀掉你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可惜了。说你想说的吧。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可以保你的命。今晚的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过。如果我不肯答应呢？那么我就先杀你的朋友，然后再杀你。忘了告诉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地从居酒屋的地牢里逃出去过，你的那位巡捕朋友也不例外。住手！我说过，留着他的命可能还有用，照我说的去做，你们两个都能保命。要是不听我的，你就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朋友活活地被我折磨死。你到底要我怎么做？穿上它，跟我回和平饭店。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穿我们日本和服的，以后千万不要随便把它借给别人。幸子，这位就是大岛专员，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失陪。各位，今天晚上我特地在此设宴，一来是替大岛专员接风洗尘，第二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见证我的义女幸子小姐和吴用先生订婚。
不用，你不是在……嫁给我。无用，这一次我真的没有想到。龙先生，我们刚打探到，约翰跟那个日本女人居然订婚了，他变节了。我们硬闯娱乐场去救佟大哥。对对，就去救佟大哥。救佟大哥，救他，救佟大哥，救佟大哥，救佟大哥。兄弟们，兄弟们，听我说，约翰是不会叛变的，他现在只是委曲求全之策。如果硬闯的话，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个花花公子？承诺，他答应过我。要完成我儿子大眼的遗愿，我没有看错人，他不会叛变的。可是万一他叛变了呢？如果约翰叛变了，就把我这条命搭上。你在这儿守住了，别让他逃走。嗨。会长，要不要告诉杏子，吴用是内奸？不，他自己会说的。嗨。我们结束了。结束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是后援会派来的卧底，我的身份已经被揭穿了。我真的不知道头山满到底在搞什么，是他让我跟你求婚的。我不相信，你骗我。是，是我骗了你。从头到尾，这都是个骗局。我为后援会工作，负责接近你，然后潜入居酒屋。我的任务是盗取保险库的密码本。今晚我行动失败了，所以一切都结束了。相信，难道我们相爱也是任务吗？是的，为我平反，替我挡子弹。过生日，过中秋，这难道也是任务吗？没错，全都是为了任务。你就没有一刻爱过我吗？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爱过你。一切都是任务。开枪吧，不要犹豫。杏子，我们俩永远都只能是敌人。开枪啊！
把枪放下。吴用，你看你把杏子弄得多伤心，好好的两个人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你将你心爱的人带到天堂，又一下子把他扯到地狱，你真的这么狠心吗？杏子，你先回房休息，有些话我想单独跟吴用说。吴用，跟我来。你从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卧底的？柳生刚用录音带陷害杏子，从你救他逃亡开始，我就对你有所怀疑。救你的人就是害你的人，这是间谍活动里的第一定律。我以为那次计划很完美，原来早就被你看穿了。你的计划的确很完美，你替杏子挡了一颗子弹，让她彻底的爱上了你。这样的攻心计，任何女人都会被俘获。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很意外。什么？我本以为你是逢场作戏，没想到你对杏子也是真爱。还记得那次我们在囚室玩的测谎机吗？其实红灯绿灯都是我用手控制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无法控制，就是人的眼神。嘴巴可以撒谎，但眼睛不能。你的眼神告诉了我你有问题。那次童虎被抓，我更确定是你，因为那是我故意放的假消息出去。既然知道是我，为什么不抓我？因为那不是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是让你和杏子结婚。原来除了我离开，或者我和杏子你死我亡之外，你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帝国已经如箭在弦，中国大势已去，只要时机一到，圣战一触即发，中国迟早会落到大日本帝国的手上。中国地大物博，山河锦绣，倘若交给优秀的大和民族统治，那么一切将会变得如鱼得水，相得益彰。能够骗得过杏子的人肯定是了不起的人，你这样的人才我向来喜欢，不如早日投诚，助我一臂之力，将来必能共享成果。我希望你可以跟杏子在一起，和她白头到老，投靠我们是你最好的结局。当然你为自己的国家牺牲也可以，如果你认为这个国家值得你去为他而死。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抉择，我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当然可以了，明天中午之前，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约翰出事了吗？啊！
听到了吗？听到什么？喊叫声啊，痛苦的喊叫声，跟我前晚听到的一模一样。没有啊，你是不是又做梦了？有啊，我就没睡。这次我真的听到了，而且特别像童虎的声音。木兰，一定是你太累了，产生了幻听，你好好休息吧。睡吧。龙先生，我们在娱乐场里的耳目听到居酒屋传来惨叫声。那好啊，说明他们还活着。嗯，傅约翰订婚之后就一直没有在娱乐场露过面。看来是东窗事发了。哦，对了，师傅让我跟您说一声，精武门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不用，让大家好好休息，事情还没有到强攻的那一步。我估量着，约翰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不知道怎么送出来。那我去一趟。不，你去的话，会打草惊蛇，而且会增添约翰的危险。要不，让木兰去。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唯有靠萌萌了。这个口琴，你想办法把它交给萌萌，就告诉他说要催萨库拉吃饭。这什么意思？我虽然猜不透约翰的完全想法，但是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嗯，这样得赌一把。你把我们的秘密邮箱告诉萌萌，遇事可以联系上。嗯，吴用，吴用，吴用！哎呀，不好！这吴用，怎么是你？佐佐木君呢？Sakura， Sakura， Sakura，
Sakura， Sakura， Sakura， Sakura。我给你时间选择，是让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但绝对没有逃跑这一项。现在杀一只猫，算是给你一个警告。如果你再做这种无谓的尝试，那么下一次就一定会死一个人。在中午之前，你还有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希望这一次，你可以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点时间吧，让我再劝劝吴用，好吗？时间已到，听天由命吧。不，吴用，我在最后问你一次，是死还是投诚？要是你不答应归顺我，就先让你亲眼见证你的朋友是怎么死的吧。不，不能答应，不能答应啊！不要再唠唠叨叨了，要杀就杀，中国人不投降。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容易，哼！把吴用给我绑起来。你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刚才那一刻对童虎心软？眼睛，是他的眼睛，让我想起我们失散多年的儿子。太像了，如果我们的儿子没有死，现在也应该是他这个年纪了。你怀疑童虎是我们的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一定是你想儿子太久，才会有这种错觉。童虎是后援会的卧底，是一个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他绝对不可能。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其他的就看老天的造化了。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我们就这样失败了？遗憾是肯定有，但失败还不一定。我们没完成的，一定有人能够帮我们继续完成。萌萌，就看你的了。兄弟，明天我们两个有可能一块死，怕不怕？死有什么可怕的？苟且偷生，才
才可怕。好，那我们就一起痛痛快快的死，再化作厉鬼向日本人索命。黄泉路上，咱们两兄弟也不会寂寞了。这只音乐盒是你送给我的那只，音乐的长度你应该心里最清楚，这是你最后的选择时间。音乐停止前，你如果选择我们，我就会砍掉你手上的绳子，否则以后每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